今天教你怎么给女朋友剥螃蟹，需要宠女朋友的可以认真看一下，没有女朋友的也可以先学一门才艺。螃蟹的腿剪掉关节两端，用长柄叉轻轻一推就出来了，蟹钳用小锤子锤一下，你就不用上牙咬了。给蟹壳做个按摩，肚脐去掉，用长柄斧敲开蟹壳，用镊子撕掉黑膜以后，就可以看到蟹心，这个极寒不能吃哦。蟹腮很脏也要去掉，剪掉蟹嘴，从中间掰开，就能得到满满一大勺蟹黄了。蟹嘴一摁一推就可以去掉。这是蟹的胃，有很多泥沙也要去掉。螃蟹的身体从中间剪开，用签子把肉剔下来，干干净净。新鲜的螃蟹不用特别的料理，加一勺酱汁就是难得的美味了。把视频发给男朋友，你就可以优雅的吃螃蟹了。